Google Play 游戏。今天要来玩的那个《抑郁战境》呢，我们今天要用特别的方式来玩，用电脑来玩手游。Google Play 游戏它就是可以用大萤幕去游玩，直接在电脑上这样子玩，所以就会有更好的视觉体验效果。这种东西用讲都没用，直接玩给你们看，让大家看一下游戏画面长怎样。这就是我的大厅画面。我就问，除了男主角，还有没有男角色？有，他不是后宫作品，他有其他男主。我们还有大叔。我是喜欢他的，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很像吗？啊，没人觉得。然后但都是横向画面，所以在玩的时候建议大家用大萤幕玩，用大画面玩那个游戏，就是整个感觉就是都不一样。 Google Play 游戏上面的手游全部都是游戏厂商专门为了 Google Play 游戏一起讨论优化出来的版本。在电脑上面玩，透过 Google Play 游戏的运算，它会让游戏不会因为过热或是掉帧影响，让整体的战斗都还是很顺畅，亲自被召唤到异世界那种感觉。我目前自己体验下来的感觉就是觉得他们已经优化得很好了。我刚说我要抽卡啦，我抽到帅哥还不错，可是不是，又有了，连续两次，有了，黄光，你有我们的Google Play游戏，有咒语加持，有了，诺亚超可爱，都抽诺亚了，嘟。对，这个游戏的声优很强哦，各位，都是很有名的声优，你看都是有名的。那接下来嘞，进度同步这件事情，我现在呢在手机上面也登入我们的抑郁战机，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一下会不会有进度上落差，快速的抽一只三星角色出来。我们又抽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各位，刚刚抽到的角色呢还在 Google Play 游戏获得胜利。那我们来现在看看手机上面，我刚买了一个特别招募礼物，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，你看到吗？它就是这样子，这么同步，各装置的游戏进度都是完全同步的，手机看电脑，电脑看手机都可以。好，那跟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礼包内容。抑郁战境现在上在我们的 Google Play 游戏里面了，所以它现在有个特别的 GPG 的礼包 for Google Play 游戏的。上 Google Play 游戏购买《抑郁战记》Google Play 限定纪念礼包7折起，用 Google Play 游戏在电脑上第一次买限时，再帮你优惠折抵250块，只能说非常的好康。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Google Play 游戏相关资讯的话，一定要到官网上面了解更多。再过不久呢，我们 Google Play 游戏上面会有更多的游戏给大家玩。电脑玩游戏，游戏不受限 ，Google Play 游戏等你来游玩。Google Play 游戏等你来游玩，立即下载。